阿文，你在吃什么？汉堡。你喜欢吃汉堡吗？嗯，汉堡包。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是鱼。还有吗？土豆丝。还有呢？就没有了。你不喜欢吃披萨啊？还喜欢吃热狗和披萨。你不是最喜欢吃青菜的吗？你早就跟我说你最喜欢吃青菜了。爸爸。